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那今天我们也会请到一位非常非常受欢迎、大家很喜欢的嘉宾。是，来来来，对，所有女生们、所有男生们，点击右下角转发按钮，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因为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直播间嘉宾，他是第二次来到佳琦直播间。提到他，其实有几个关键词。是，第一个，我觉得大家都会喊他女神；第二个，经典；第三个，港片；第四个，就是三金啊，金像，对，金鸡、金马，还有所有女生们，真的非常非常漂亮的，我们非常非常优雅的刘嘉玲姐姐，我们欢迎。Hello， 我们又见面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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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开心。小心一点，坐这个椅子，椅子有点大。真的吗？好，然后你脚可以踩在这边，会舒服一点。不会，不会，不会，不会。那嘉玲姐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这个镜头。哎，所有女生们，所有男生们，大家好，我是刘嘉玲。不管你们以前用什么方法来认识我，通过我的广告也好，电影也好，今天我要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别的东西。哇，厉害了，嘉玲姐姐厉害了。所以刚刚那个所有女生们、所有男生们那个开场是准备了一下的，对不对？对的，对的。听说来这里都得要这么说，对不对？也可以啦。对，我刚刚嘉玲姐姐开场真好，而且我觉得每一次见嘉玲姐，嘉玲姐就真的又越发漂亮了一些。哎，不用这么客气。没有没有，是真的，是真的很漂亮。进入主题，进入主题。好的，你知道，就是今天开播前，其实我提前发了一条微博，然后我就是想要大家来帮我们想想我们两个的组合名字，然后我就说要包含嘉玲姐的名字，要包含我的名字的话，他们帮我们取了一个组合名，叫做007组合。很棒，很棒！我觉得你的粉丝很有创作能力，有创作能力的啊、哦！零零七组合，你们觉得可以吧？还不错吧，对不对？我这里能看到粉丝的留言吗？当然，当然，有人在说嘉玲姐好，嘉玲姐好，对，漂亮，项链好漂亮，怎么办？哎，你们不要把焦点放错了啊！嘉玲姐虽然带的东西你们都很想买，但是不要把那个啊。焦点放错了，很美。你看他们都在说女神爱你哦，什么之类的。爱你，这边是这边是最快的一个弹幕，哦 okay、这边可能会有延时几秒钟、哦好，所以你可以先看这边一点点。好的，好的。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很漂亮。当然啦，那今天呢，其实，那我们身为007组合，我们就来第一个任务啊，好吧？我们来发布第一个任务。好，我们今天第一个任务一定要让嘉玲姐姐来在我们直播间分享一下什么？分享一下护肤心得。必须，怎么可以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必须要分享，必须要分享，大家特别想要听如何让自己变得这么好的状态。是，然后赶快教大家一下。我觉得护肤这个环节是不能少的，当然，对不对？所以你每天会在护肤上花多长时间？有算过吗？也没有很长时间啊，真的吗？但是白天晚上都得要护肤，就是白天晚上都得要护肤。对的。那你平时护肤，比如说你最喜欢的护肤的步骤，或者最喜欢的护肤的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清洁那个环节很重要。第一个清洁很重要。对。然后清洁完之后，然后你要擦上那个紧肤水。紧肤水，爽肤水，对，爽肤 水 ，OK。然后一个步骤的去把你的护肤品完成，而且你不能心急，必须要所有的动作，就是那个说明书里面教你的动作，你都要好好耐心的把它完成。哦，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了，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还要挖一点嘉玲姐平时护肤真真 正做的事情啊。我有几个问题问你好不好？好啊，好啊。有没有算过一周敷几次面膜？三四次吧。三到四次。对，有空就敷。有空就敷，所以有时候坐飞机、坐火车啊，哦、在国内可以坐火车嘛？是。你也可以敷上。也可以敷上去。哦，所以就空隙时间也会保养自己的皮肤。对对对。OK， 那第二个问题，就不工作的时候。喜欢淡妆还是完全素颜？完全素颜，完全素颜。戴个墨镜，戴个墨镜，谁都不爱那种感觉，就酷酷的那种感觉。还是要让皮肤吸收到空气啊、哦，就吸收，然后休息一下。对对对。OK， 那就早晚的护肤步骤有没有算过有几步？刚刚你说过每一步都会有。哇，每个品牌都不一样的，现在的品牌都很多。起码5到6道程序吧，所以你会按照那个程序一步一步一步步走。对的，对的，你一定要让自己 relax 放松啊，一定要让自己放松放松。开音乐，开音乐，点蜡烛，点蜡烛。对的，然后慢慢的护理自己，这也是对自己爱的一种表现。哦，这也对自己爱的一种表现。好啦，那我就代表我们今天组合007发布第一个任务。好，
刚刚嘉玲姐说了什么？说了她自己一个星期会敷3到4次的面膜。对对对。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任务要敷面膜。没有。对，我们已经敷好了，我只是想要让你带领大家一起看一看我们的效果。好，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的奥伦纳素，28天面膜，这个很好啊。呀、yeah ，我90年代用到现在。没有，不要这样，嘉玲姐，不要这样。还没出生，对不对？我出生刚刚好出生，哦、真的，我92年的。哦、嗯，那可能我比你更早一点用这个品牌。哦，真的。是。OK。对的，对的。所以哇，嘉玲姐这一句话够了。对，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宣传。美们，真的这一个产品很好用，而且佳琪也推了3年的时间。就这款产品我一直在直播里给大家来做推荐，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好用吗？第一个、哦、美们我跟大家说一下，它就是用完了之后那个皮肤的毛孔细腻得，然后它那个肌肤的那种柔软度，就是你肌肤自带柔焦滤镜的感觉，提亮肤色，熬大夜之后，我的妈呀，太厉害了，这个我真的要为你鼓掌。怎么太顺畅了，你的语言真的就是有没有吓到你？真的有吓到我，有吓到，我很佩服你的哦，真的吗？说话的能力啊，因为我每天这样练习，所以还好了。如果不这么说话，他们就不买我的东西。没有没有，你有很多粉丝，谢谢。而且你知道啊，美们，这里面是用到的泛醇来增加肌肤屏障的同时，用尿囊素帮助你促进后续产品的吸收跟晒后的修复，以及提亮你的肤色，还有碳酸镁跟硫酸钙。帮你很有效的控油，就这款产品就是你一个星期敷个2-3次，我跟你们说真的不用再管皮肤了，真的就是一个贵妇的就是就美容的一个面膜，就现调现配，买它，我自己很爱用，我妈妈也非常爱用，嘉玲姐都说了从90年代用到现在。对，也不用贵妇了，我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很年轻啊。那个时候还在努力拼搏的阶段。对，我还是要买一些好一点的护肤品来爱护自己的嘛。对不对？所有女生，我觉得嘉玲姐刚刚第二个金句出来了，要买好一点的护肤品来爱惜自己。没错，女生一定要学会爱惜自己，是，好不好？那今天我们请了两个我的同事，哦、然后可能会有点惊到你啊。不会，有两个比较偏肤色稍微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白的健康肤色的同事，来，我们站到后面好不好？嘉玲姐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直接他们来对镜头。所有女生，我们先帮大家敷好，因为我们不耽误大家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多看看嘉玲姐，所以我们先敷好了。这个面膜你敷完了之后，你可以直接用它来接下来，对，它就是取很方便，然后你卸下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方便，你知道吗？这个面膜敷完了之后，你的皮肤整个就是嫩的，就是你摸你的皮肤，完全能看到这两边，对，两边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边会嫩嫩的，而且整个毛孔都细掉了，是，就是你在化妆的时候发现整个妆贴肤到不行，而且皮肤有点柔焦。你怎么知道你化妆的吗？我当然化妆，我有化妆啦。OK， 姐姐真的是表扬都就是你知道这么的高级。所有女生，你们看男生敷完也是，就整个苹果肌，整个皮肤上就真的会亮起来，而且没有那种暗沉或者熬夜的感觉。是的，是的。而且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女生不满足于什么？不满足于所有的品牌把产品做好了给你，她们想要去融入在品牌里面，想要自己参与 DIY 那个过程。所以28天，美们，我们的水银清爽面膜，我们的冰白面膜来了，2209块钱一组，28天。佳琪直播间1849，其他的商场、啊、这是多少折啊？这姐姐，其他的商场卖要3500块钱一组，它的正价是3500块钱一组。怪不得我们本来是打了折，在你这里买，真的。然后我们直接相当于打了5折，为什么？1849到手28组，我们再送。美们，嘉玲姐姐来了，我们今天把双十一的活动拿到前面来了。我们去年双十一才有这样的活动，我们送，看哦，一组同款。2组同款，3组同款，4组同款，再送60毫升的蛋白水给大家，4.3折活动力度，这个就出差旅游带一包就可以了。对，然后它里面打开了之后就这样，美们一提就是我们的精华粉包，那然后下面就是我们28瓶的精华水，对，你就每次调和在这个碗里面就可以了，好不好？很简单，来领，而且很好玩的，是很好玩的，就 DIY 的感觉，来。领360元优惠券，奥伦纳素28天面膜，3、2、1，开链接来喽！奥伦纳素28天面膜来喽！那、姐姐说在哪里？刚刚我看到姐姐眼神说，我很紧张，感觉在哪里？姐姐在这边，就点击宝贝，然后点这个37号宝贝，我们就上来了，已经1000组下架了。已经1000了、啊，1000组，对，然后现在还1400组，这边 3 second 1000组啊，是，然后900组，你看这个数字，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库存量，就购买量，还有500组，哇，就是他们会在一起开始买，的的当然是真的，假的我就低毒抓走了，这
太夸张了吧！我跟你们说，真的很好用，你们一定要买它。去年双十一的货没了，没了，是没了。来，我们帮大家再加一下货，多拿点来，对对，多拿点，多拿点来，旺旺帮我们收下产品。好的，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奏非常非常的赞。那我们还是跟嘉玲姐互动一下，因为嘉玲姐来直播间，真的上次来距离这次来已经快两年时间了，对不对？是的，快两年时间了。而且我们在赚了好多钱，没还可以了，所以你最近的生意还好不好？我生意不太好，真的吗？还要努力赚钱，要努力营业了。那我们先回忆一下嘉玲姐这么多年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经典的片段，跟一些很经典的影视作品。那所有女生们，我们先来一个什么呢？来一个 talk 的小互动，好不好？好。还记得就是自己第一部参与的电影是什么吗？真正大荧幕的电影是嘉禾电影公司的《纽记杂牌军》，你都可能真的没有看过，不好意思，没有出生呢、啊。哦，真的、哦，对对对，真正第一部叫做《纽记杂牌军》，是成龙监制导演的。哇哦，那我第二个问题哦，带给自己最大成长的一部作品是什么？然后哪个情节是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或者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我想应该是阿飞正传吧。阿飞正传、嗯、OK， 那哪个情节是你最印象深刻的点？擦地板啦NG 了27次，所以擦了27次。对，那个地板很脏啊。对，我 NG 27次之后，那个地板发亮的，就是锃亮的那种。对的，哇哦、wow, 真的，所以拍戏还是很辛苦的。辛苦啊，每个行业都很辛苦啊，你都很辛苦啊。是是是是是，大家都很辛苦。来，那第三个问题，有哪些比较搞笑或者有趣或者是心酸的幕后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可能从来没有说过。搞笑我觉得我拍《东成西就》演那个周伯通是很搞笑的那个很搞笑，因为我是一个演一个男，是胖的男，胖胖的男孩子，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演，然后又塞得我的身体很胖，是，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演，然后我就模仿了，我就叫导演，我说你怎么演，我就模仿你怎么演。还好那个时候的导演他还是蛮那个的啊、哦，就蛮会自己专业，然后自己会演的那一种。对对对对 OK， 所以导演给了你很多的帮助，嗯，厉害。那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啊、哦，最爱的导演是？哇，这个会得罪人的。这个，我爱的导演很多，很多 OK， 很多。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小游戏，好不好？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就是闯关类游戏，因为你是007的一员嘛。可以、啊、怎么闯关？这个闯关有点难哦。如果姐姐你错了一道题，我们就发10000元红包，错了三道题我们就发3万元红包给他们。可以啊，可那如果你对了我发、哎、你错了你发。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不可以？好的好 的, 好的 OK、嗯、来吧，我们红包先准备一下，钱先充起来啊，底下万一没有钱怎么余额不足，我们充，我们在旁边充、哦 okay、等下从你的那个劳务费里面直接扣出就行。没有，我有支付宝啊。你有支付宝？那不行不行，你的支付宝要保密。我们拿了三张图片。对，谢谢嘉玲姐。这个很难、啊、这个，我都还没有说是什么问题，你就已经开始有点害怕了吗？设计过的。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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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个问题哦，其实很简单，就这个问题我们就三个红包。等一下我还会问两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好，第一个问就是，这三位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电影人艺人，那他们三位都跟你有很深入的合作。嗯，对，你现在还记得你跟每一个人合作过多少次的？就电视剧也好或者影片也好吗？不记得。整个完蛋，3万元发完了。尝试的回忆一下。没有，我真的发3万，我真的不记得。你真的完全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盲选一下吧，好吧，我们有这些数字是真的合作正确的数字。没有那么多。我们已经从，我们跟你说，我们的导演一个一个算，帮你算了几天才算出来你跟他们合作过分别多少次。真的还假的？真的。你知道我今天听到答案的时候我说哇哦。不可能，我印象当中我都是单位数字，怎么会变成双位数字？真的是双位数字。你想不想知道这些答案？我想知道。你想知道这些答案？那我们第一个，你跟发哥的合作次数是14次。哇，我真的老年痴呆。没有了，不能这样说了。你告诉我哪14部啊？等下我们导演会列个清单给你的，okay, okay, 好不好？对，然后第二个，你跟刘德华老师。刘德华比较多。你猜一猜吧，要不要猜一猜这里面哪一些是你觉得对比较合作的比较多的次数？很接近，再给一次机会，非常接近啊，非常接近。
那28，太多了。旁边的25呢？对，我有跟刘德华合作过25次。五次吗？是。哇，真的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我真的不记得。好，那我们算也错。好不好？嘉玲姐姐要发2万了，现在我已经准备好3万，已经准备好3万。对， 对对，来，梁朝伟先生，想一想，他应该是10几部吧，最少了，最少了？对啊，答案是22，你少算了10部，可能你加上电视那种，对不对？当然，我就所有影视一起在一起。没有那么多啊，因为我，等下我们的导演会拉一个清单送给你。我跟他在一起就没有再合作过。哦，真的吗？这句话是可以说的吗？可以啊，可以啊。OK， 那我们准备3万元的红包，嘉玲姐姐送给你们的购物基金，好不好？这根本就是设计我的。没有没有没有，是我们真的，我们导演花了很久的时间，然后去一个个帮你去算一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你应该要保留下来的一个数字，对的对的，对不对？谢谢，没有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那这样吧，刚刚那几位就是影人合作的作品中，分别最喜欢哪一部？比如说我们从发哥开始说的话，你最喜欢跟他的哪一部作品？发哥应该是江湖完蛋，整个连影片名都不记得了。英雄好汉还是江湖英雄啊？反正我就是什么英雄了，对对 对， 对， 对，嗯，就英雄类的。好的，那第二位跟刘德华老师呢？刘德华我最记得是跟他演那个电视剧皇上保重。皇上保重哦。那第三位梁朝伟先生印象最深的梁朝伟应该是我就是说第一部我跟他演的也是我出道第一部作品就是再版人。再版人、嗯、OK， 好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如果只能选一位再一次合作对手戏，你会选择谁？刘德华、周润发都可以。为什么不选梁朝伟？不行，我们已经说好了不合作，因为会吵架的。真的？对对对，不行。所以就是在一起之后就没有再合作过。对的，对的，对的，这是我们说好的一个协定。我以为你会选择梁朝伟先生，不会选择他。OK， 我觉得无论就嘉玲姐再次跟谁合作，都是一种王牌的组合，都是那种王炸的感觉会出来。所以，那接下来007发布第二个任务，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因为这次嘉玲姐来嘛，所以我们让所有女生都可以体验一下奥伦纳斯带给大家的一些比较好的产品，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礼盒，这个一看包装就很高级。是，这是我们天猫宝藏新品牌，以及我们奥伦纳素和嘉玲姐这次给大家准备到的一个礼盒，让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奥伦纳素的产品。嗯、美们，这个礼盒里面有什么？所有女生，它里面会有到6组奥伦纳素的28天面膜给大家。所以每一组，美们本来是110块钱左右，6组，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叫599，我们会再送什么？会再送冰白水，60毫升2个，再送我们的美门豆腐霜15毫升1个，让你们可以拿到3个王牌宝藏产品。这个面霜好好用，非常好，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包装，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变对，就是那种黑白很经典的感觉。所有女生，我们送2瓶水，再加1个豆腐霜，再加我们的6组冰白面膜，你们准备好了吗？只要599到手，让你们可以先体验3.9折活动力度。美们准备好了，是猪猪女孩们，如果你还不一定一次性想要带走28组，你们可以先买6组试试看，如果喜欢到时候618双11再来买大盒装，好不好？3、2、1，我们奥伦纳素来咯，奥伦纳素来咯，38号宝贝链接哦，来直接看这边就马上会开，然后我们就点击这个链接之后就可以买，他们先领60元优惠券。哇，美们下架了，先领60元优惠券哈、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刚刚我们加了3000，还有800，还有200，就这边，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数字，然后下架了。来，我们加货吧，我们只有1万组给大家。啊、又下架了。是，我们再加1万组给大家。Number one 直播。没，我们广告法不能说第一。哦、OK， 好。对对，我们要稍微的诚实一点点。谦虚。是，所有女生们。我们只有1万组，马上再加给大家，好不好？大家可以多多的刷新38号宝贝，大家赶快去刷新，赶快去抢，因为我们只有1万组，帮大家加货了，让大家都可以先去做体验，
好吗？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那其实我觉得，就嘉玲姐这么多的出色的影片和出色的一些作品当中，其实有一个关于哦，关于什么？关于就是厨艺的一个小梗，对不对？很厉害。所以嘉玲姐姐，大家很好奇，你平时会就是下厨或者做饭吗？零。真的？我不会烧饭。你不会，完全不会烧饭。完全不会。所以当你在大内密探零零发当中那一句你饿不饿啊我煮面给你吃啊的那一句话是违心的我要谢谢周导演给我这么一个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个片段。我觉得这句话说出来就是女人在某些时候她是还是非常的包容然后有力量然后温暖的爱的对的对的不知道讲什么就是我煮碗面给你吃里面所有的辛酸痛苦哇都在那句话里面了真的我感觉你知道嘉玲姐刚刚突然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它包含了好多种意思的感觉对啊哇所以当时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一次过还是会拍了很多次还是怎么样一次过因为他还要拿那个包来扔我的脸哦哇所以嘉玲姐其实是一个不太会就是厨艺的人但是我不太会今天可不可以 我只会公仔面我可以了公仔面所以煮面可以公仔面可以煮面可以然后蒸大闸蟹哦蒸大闸蟹可以对的 OK 那今天要不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尝试煮一碗面我可以还原一下我们那个梗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可以所以我们帮嘉玲姐准备好了一些做就煮面的一些调料所以当然先要那个了是如果你的话你要怎么加或者你平时的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哎，我平常呢我还可以加吗可以因为我平常呢把这个水倒进去之后呢是稍微热一下之后我会把那个水倒掉为什么你会先把第一遍的水煮的水倒掉对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化学的东西哦所以我先把第一波水倒掉再倒煮一次对学到了啊，美眉们，你们可以学习一下。倒掉之后，再就过一下冷水。过一下冷水。然后那个面会 QQ 的。哦，用热水煮了之后，再过一遍冷水，面会 QQ 的。对的，对的。然后再加调料进去啊。嗯，来，我来帮你拿。好，再加调料。我的样子还是好像蛮贤惠的。就蛮会做东西的样子。其实我是不会。然后再加这些颜色进去了色香味都要俱全嘛对吧啊然后最后加一个荷包蛋荷包蛋是一个泡面当中重要到爆炸的东西非常重要如果一碗面没有荷包蛋会生气没错必须要有是然后直接拌一拌然后开始煮对的 OK 好那我们这边因为就是没关系的原因我们就让他在旁边煮这碗面给我留着嘉玲姐姐给我煮的一碗面是好不好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好啦那所有女生们刚刚说到这么多其实我还发现了嘉玲姐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我有关注你的微博、啊、然后我发现你微博平时会很喜欢发一些比如说跑步呀对健身啊登山啊然后美食啊然后旅游啊你知道会是有点像在朋友圈应该出现的样子但是你把它搬到了你的社交媒体上那平常其他人社交媒体不是这样的吗就可能会比较精致的摆拍啊就是酷啊就是那种帅啊之类的、哦、所以你其实对于生活也是一个很爱的人很热爱生活所以你很热爱生活对所以品质生活哦四个字品质生活所以你觉得品质生活是应该什么样的我觉得要里面跟外面都要结合、哦、外表你要靠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啊没错挑一些很适合自己的化妆品啊嗯哼发型啊衣服啊是内在你还是要运动啦、啊、运动然后多看书多去参观一些画廊博物馆这展览提升你的那个审美对的 OK 所以你平时也会经常去做这件事情对的你知道每次嘉玲姐发那些微博的时候我特别想买的东西什么你知道吗什么东西啊就是你穿的运动品牌我感觉你穿的鞋你穿的衣服都很好看很而且很舒服对不对很专业对 的因为每次戴那种遮阳帽然后那个冰袖对然后运动就是运动的瑜伽裤然后这种运动鞋我觉得哇哦什么品牌的好想拥有一件的感觉是所以下一次我们撮合一下好你喜欢的品牌我们来直播间给大家一个福利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女生都会喜欢
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当然了，爱自己很重要，爱自己很重要，你爱自己才能让别人来爱你啊。是的，你知道我有就是发现过嘉玲姐的几句金句啊，我们来读一下给大家听一听。比如说会有说，就是选择你喜欢的比选择一个看起来对的更好。这是你说过的一句话，对对对，所以喜欢第一位最重要，因为喜欢让你愉悦 ，OK， 你开心去做任何事情都事半功倍的。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和男生们，他们可能在于工作生活当中会选择一个说，我觉得他可能更好，并不是我喜欢的东西，但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耐心，对的，或者是不喜欢了，对的。所以嘉玲姐的第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好，对，金句，喜欢你选择的比选择一个看起来更好的。我觉得更重要，没错。然后第二个金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就是让人可以有思考的一个金句，叫做“最完美的控制就是不控制”。嗯，就是你在教他们如何天天吃，是不是？所以是这样的感觉吗？不行。所以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真的要少吃多运动啊！少吃多运动，但是不能不吃。你可以随便吃，因为你年轻。哦，还可以，但是不能暴饮暴食，这会对你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的。嗯、而且你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你不负责任，你不会觉得很对不起你的身体吗？我会觉得，我就是天天在想，我说总有一天我的身体会报复回来给我。对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先努力一把吧，真的，就人生真的很矛盾。但你要适当的平衡平衡了 ，OK， 还是要休息。好的，就看嘉玲姐去哪里爬山了，去哪里玩了，下次就把它记下来，然后以后就自己去照那个地方去走就行了。不用不用，你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就好了。OK，、好的，那既然嘉玲姐姐说过这么多的金句，接下来007第三个任务也最后一个任务，这么多任务，这么多任务，第三个任务。就是我们今天晚上首次上直播间，哦，这个好啊，这个只有1000套的黑宝瓶精华，黑宝瓶精华，这个不得了啊！我跟你们说，嘉玲、啊、姐姐用过它很多次，我来帮你吧，黑科技。好， 好，来，所有女生，嘉玲姐已经用过了，我也已经用过了。你知道，所有的品牌都有隐藏款菜单啊，这就是隐藏款，这个，哦，它不是一般放在就是比如说柜台上，或者是每天都有那么多的量，它就是隐藏款。就像很多的品牌会做那种超顶级的精华套装，收起来不卖的那种，只给 VIP 的那一种，而且只给肌肤定制的那一种人，他们才可以用得到的产品。高定，这一次对高定有点像高定的感觉，奥伦纳素把他们家的28天精华拿出来，黑宝瓶给大家1000套，这就是奥伦纳素最顶级线。高浓度小分子，易吸收，快吸收，而且可以帮你从光泽、肤质、弹润、紧致、水润度上多方位的帮助你们进行肌肤的改善。但一定要28天啊，28天周期，一个周期把它用完，就是你会看到你皮肤的完全的改变。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用完，你就可以看到你肌肤的改变。它里面的主要成分都是一些植物成分，都是天然来源的一些海藻提取物，所以修复能力很好，紧致能力很好，弹润能力也很好。嗯，所有女生们。4500一套，我们这一次嘉玲姐来带了我们这款产品黑宝瓶的首发，3900一套，60毫升，请在28天用完，你们试试看，就是稍微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女生们和就是精致姐姐们，你们可以冲了，美们领600元优惠券，3900到手，送蛋白水6瓶60毫升，哇，蛋白水就价值846了，我们再送买东西这么便宜的，对，豆腐霜。15毫升4个，相当于1140毫升的豆腐霜，相当于60毫升正装豆腐霜的量，再送冰白面膜4组，660给大家。哇，我现在才知道买这个这么多人在直播，在直播间买东西，对呀，啊，便宜好多。这么多全部带回家，5.5折，哪怕是我们的隐藏菜单的精华跟新品，也是5.5折。所有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只有1000套，3、2、1，上链接来喽。刚刚都破音了，这个好夸张，真的刚刚都破音了。3、2、1，上链接来喽！我们的奥伦纳素黑宝瓶，领600元优惠券，我美们还有700个，只有1000份，600个。所有女生，我们还有最后的500瓶不到，谢谢大家，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领600元优惠券，美们还有最后的，看一下200套，奥伦纳素的隐藏套单。我们的就是真的 VVVIP 才可以拿到的，我们的黑宝瓶组合没有了，因为这个货是真的比较的少一点点，好不好？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那我们的红包也帮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打开微博
去抢红包咯。我们的红包口令是，我们马上跟大家写出来好不好，我们的红包口令是，我马上跟大家来写出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直播的最后，让那个嘉玲姐姐送给我们所有女生跟所有男生一句话好不好。所有男生所有女生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爱自己，三个字，就爱自己。对，所有女生所有男生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就是爱自己好吗。谢谢嘉玲姐，辛苦嘉玲姐。哎，你的面好了，你谢谢。哎，要不要我煮碗面给你吃啊。哇，太棒了，这个画面，我的天哪，我又破音了。啊，我的天，我要吃嘉玲姐姐给我煮的面，我的天。饿了吧？是，真的是有点点饿了。哇，太幸福了，怎么办？香啊，很香，真的很香。所以姐姐晚上一般不吃东西吧？不吃，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姐姐还这样，不能吃，不能吃，头发还要先捋一会儿。我吃一口，味道刚刚好，是吗？一点都不会咸。谢谢谢谢谢谢，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而且那颜色也很漂亮。这个等一下我留着，我下播的时候吃完啊。好，因为我们要光盘行动。谢谢嘉玲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下次见，欢迎下次来玩，谢谢谢谢，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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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顺利，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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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喽辛苦喽，来，大家还是可以去拍的哦。是的，我们的精华套组，我们的黑宝瓶，谢谢大家，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是佳琪直播间啊，多多关注多多关注，这个要抓紧拍。他们说面上不上链接，面只有一碗，对面上不了链接啊，美们对不起大家。